好在此前为防渡劫有人捣乱，特意多寻了几处渡劫地。厉害的劫蛹，是排行第二的九霄神魔劫。天道真是被我欺负了，麻烦大了。法爷鸟龙骨，多数要死在天劫之下了。看来此人还有一线生机。三元玄火，不更，不更，元祖先贤神龙所传。所形成的果子可以形成某种阵势以作抵挡。最后一道天劫不对劲，奇怪，除了天劫好像还有其他东西。不急，在此地看看他能否撑过最后一道，理应是撑不过的。完美度过最后一道天劫，师父，您的嘴真是堪比天道法器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……竟能撑过此劫，咱们可过去结交，说不定他就要直接飞升天仙。这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师父，你快别废话了，哎。是天罚，天道判定此人有违常理，降下天雷责罚。不讲武德。这三朵青莲道花便是师父您说的道门标识吧。三朵道花分别代表精气神，花瓣越多则道基越圆满，潜力越大。历经此劫，我的道花瓣数有27瓣，修至81瓣，但最后一道天罚让道花有了不小的损伤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疗伤。嘿，道友，吴师徒乃截教金鳌岛炼气士，无名原则，无名寒士，特来为道友祝贺。
新老岛还不止，难道是在封神大劫中死于打神鞭下魂归封神榜的韩知仙？绝不能与大劫之物有任何牵扯。哎呀，红鹤道友飞升天仙，跑！往后修行之路必定顺遂无比，还望道友入我截教。师父，可惜连道友的脸都没看着，就错过了。放过这位道友吧。仙路飘渺，世事无常，大道千载，终须自渡。万般因果，方显机缘。桃花修复期间，不可随意移动。这渔夫墓倒是个绝佳的修炼场所。好大的鱼！生出来的海神，海神，海神，快把海神送寨里好生供着，通知熊寨全体寨民搭建神像，摆坛祷祝。哪里来的海神也敢和本女王大人抢地盘？女王大人，熊寨之事便交给属下吧。